很努力的朝着幸福的家庭来迈进，都彼此都很努力。小朋友他们过了一个开心的暑假，因为八月初我带着一家五口我们到冲绳去旅游，小朋友玩得很开心。你今天上班今天就是隔两个月在上班，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其实是有所期待，但老实说也带点紧张，想要放松但必须得谨慎的面对任何一个人事物，任何一个角度跟节目的内容。我们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本分。今天搞笑会有点效果太轻松了。我刚说轻松的时候当然就是在节目内容上面，然后谨慎的面对每一个人事物。